陈化成把这个陈氏兵话放伫个胸坎前，目屎流目屎滴，一时唔知要讲什么感谢的话才是。正伫个这个时阵，大三兄陈亚辉看到化成准备要参加部队，决心也已经定啊，这才明白啊，陈化成是真真正正的男子汉。陈亚辉真歹势，三兄弟几个拢甲杀出去。叫伊讲过话，要甲陈化成送回。啊，竟然阿煞袂记要讲什么，啊，只是甲陈化成抱条条，真唔甘的流着目屎，依依笑。啥人拢希望加甲陈化成讲几句啊心内话。当吴宝玲就坐伫蔡耀基的身边，心思真重，无法度插话，一直到日头落山，陈化成才迎倒去房间内。